来吧，朋友们，先让我们来个掌声，再次欢迎我们的今天聚拢点睛的嘉宾，他是我们的马来西亚国际中华文化传承推广中心总会长张福佳先生的代表张福南先生。请我们的 YB 刘志良周委员也上前来一同参与我们今天的盛会。来，我们也请我们的龙狮团团长严建成先生也上前来一同参与，谢谢。是正式开始。乾坤，点龙角，福山河安社稷。点龙腮，威四面正八方。点龙臂，变善恶百味香。点龙口，渡珍珠光十方。点龙身，腾九霄云四海。不要
变龙角，驾祥云游人间。点龙尾，呼祥风，唤瑞鱼。点龙珠，降龙渡珍珠，十洲共增援。祝愿点睛人同心协力，一团和气，天下太平，国泰民安，降龙起舞，如意吉祥。恭祝点睛人步步高升，万事如意。起鼓。